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花了200多美金，差不多6000多台币，去进行了一下设备升级。升级在哪个部分呢？没有错，就是我的发型。大家觉得怎么样？特意找的是韩国人给我做的，想说韩国人做的会比较好，但是在美国的韩国人做的其实也真的是不尽人意啊。奈何这里是美国，什么东西都贵。大家觉得怎么样？欢迎在留言区来告诉我。大家茶余饭后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我的影片啊。发生在香港啊，有两位香港人就发布影片，他对中国内地游客的这种亚洲蹲非常感到不解，于是他们在尖沙咀星光大道就手推着轮椅询问这些亚洲蹲的内地游客。他说啊，我看了你蹲了好久啦，是不是腰椎骨有问题呢？要不要坐轮椅啊？大概询问了5到6个中国内地的游客。那这个影片呢，最终在中国抖音啊、微博啊上面不断的疯传。中国的网友一致认为这两名香港人是不怀好意的拍摄这支影片的，他们痛斥香港人歧视和侮辱内地人。唔知点解好多游客咧嚟到香港都好中意踎低嘅，觉得佢腰骨系咪有事咧？身为热心嘅香港人，我哋就嚟到关心下佢哋。先生，我看你蹲了好久，你腰骨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做呢个轮椅？不要。你好，你好，你们没事吗？我看你蹲了很久啊，没有啊。站累了。你好，你好，你没事吗？要不要坐？我看你腰骨没事。你好，我看你蹲了很久了，你腰骨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坐一下？真的吗？蹲好累啊。原来大家的腰骨都是没问题的，咁嘅话就唔好周街踎了，快啲揾个位坐啦。可能这些蹲下来的形象确实在香港人眼里啊，就是香港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雅观，因为在香港很多人他没有这种习惯嘛。但是在中国人的角度，我是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文化就是这样，蹲在地上吃饭啊，蹲在地上聊天啊，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吧。你好喜欢猫在这里吗？我们中国有2/3的人都习惯猫在这里，不是他们喜欢，是没办法。猫在等官老爷，等地主老爷在他们后脑掌一巴掌，猫在这里受侮辱，猫在等救星。所以说在香港人眼里，他可能觉得你可能就是这个行为非常的不雅，所以我不觉得他一定是说，哦，我很讨厌中国人，我很讨厌内地人，所以我歧视你，所以不论你做什么行为，我都抵制你，这个才叫歧视啊！不论你做的再好啊，我都会用另样的眼光，这个才叫歧视。但是如果说香港人本身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是觉得不太好、不雅观，那可能就是两岸的文化、两边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多少不算是完全的一种歧视了，而是说讲句客观的，可能真的是两边的文化不一样。所以香港人呢，就是普遍啊，以目前的香港观众朋友可以留言分享一下那。我的了解是，我认为这种行为在香港它算是一种非常不雅观的行为了。香港人可能会觉得像是只有乞丐啊才会蹲下，所以说就算我们看到香港人在街上看到香港人的鞋带洒了，他们基本上也不会蹲下去系鞋带，香港人很多基本上都是会半蹲下的去系鞋带啊。当然我不知道台湾人是不是也会蹲下啊。那另外一个就真的需要被歧视的一名中国网红啊，他在尼泊尔旅行的过程当中直播啊，拍抖音啊，遇见了一位日本游客，他还事先去确认对方日本游客听不听得懂中文。很显然这个日本游客他听不懂中文，所以在确定了他听不懂中文之后，中国网红呢就假装友善的交谈，骗取他的信任，让他也出镜在自己的抖音直播当中啊，然后就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网友的围观。为什么可以吸引大量的网友围观呢？难道只是因为对方是个日本人吗？也不是这样的，是正是因为确认他听不懂中文之后，而这个中国网红却在假装友善交谈的过程当中，实则上是用中文去辱骂对方，比如说啊，你这个日本鬼子啊，然后用一些大陆的
脏话、大陆的用语的方式嘲讽对方日本游客，这样的一个行为反而吸引了大量中国网友的围观，抖音账号也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关注。 Where are you from? Japan? Japan? 日本人。哦，他又是一个 Chinese 日本人。小鬼子兄弟们，我有那个小鬼子，我揍他家的。他欺负欺负的，他本来就该我欺负。中国人血脉觉醒了。 Chinese Kung Fu 小光头。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ese? Yeah yeah yeah。 你好，我这日本人教会了啊。你好，こんにち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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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还给我拍张照了，给日本人拍个照吧。中国有句古话，习习物者为俊杰。我只会说一句日本话。八戒喽，八戒喽，八戒喽。真晦气啊，今天跟后面这个日本人一起爬上。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这种行为我是觉得包括中国大陆自己人都应该去抵制的，都应该要去歧视的，这种人才被歧视。如果这种人在中国网络上越来越多，不光是网友，更何况如果像他这样的网红越来越多，那以后中国人走在全世界都会被歧视啊！这种行为真的是太丢人了。而且分明这个男子只会意淫嘛，因为他很清楚对方听不懂中文，那只有自己听得懂自己在说什么，你这有什么意义吗？你就算骂得再难听，对方听不懂啊，对吧？你自己也很清楚，只有你自己听得懂，这不就是意淫吗？你如果真的敢骂的话，就他这样的小身板，我觉得也打不过对方，所以他也很清楚啊。如果这个日本人他真的会听得懂中文，你觉得这个小身板就他还敢去骂这个日本人吗？很显然不嘛，只会在背后里面骂嘛，背地里面骂嘛。反日的这种状况啊，我们大家荧幕前的观众应该都习以为常了。在大陆，你看10月21日又在中国上海，只是因为门外的灯笼上面写了一个神字，中国抖音网红，又是抖音网红，他叫一朵莲。那他指责啊，就是说灯笼上的这个神字是靖国神社的神，警告这个店家啊，说如果你们不把灯笼拆掉的话，他就要拨打中国国安部的电话举报这个上海的店家，威胁他立即撤掉这个灯笼。抖音网红他的据点在哪里？怎么这么敏感？我们很多人呢，包括一些网友都以为店家的这个神社的这个神字跟日本靖国神社的那个神写法一样啊，或者是那个 logo 啊，或者是画的一样啊。我一开始是这样以为的，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敏感？结果现在反日的这个魔阵完全的出乎我的意料，他对方这个字完全跟靖国神社的神写法也不一样，就只是说这个店家的招牌上面有一个字神，而靖国神社也有一个神，就这么莫名其妙就认为哦，这个可能是朝拜敬拜靖国神社，就这么荒唐。那按照这个中国网红的这个逻辑的话，那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啊，都在朝拜靖国神社，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面不就有一个国字吗？或者简称中国，那也是在朝觐日本靖国神社。为什么中国中国里面有个国字，而靖国神社也有一个国字？那到底这个中国是敬拜的哪个国？那肯定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敬拜靖国神社啊，对不对？而且还有我们国家走的是什么路线？不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号称社会主义路线，而这个社会主义里面就竟然包含了社靖国神社的社，社会主义，那这不也是在敬拜靖国神社吗？所以这些东西都很荒唐啊！所以现在反日已经 反到这种不带脑子的这种魔阵上面了。虽然有很多网友能够比较理性的看待，但是像是这种网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留言区很多的网友叫好，所以说他有大量的这样的听众，这样的受众群体去推波助澜啊，是相信他们的这一套的。你知道这个神字代表什么吗？啊，靖国神社的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面，我一朵莲，我为了什么？
1 hour later 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还会好过吗？啊啊啊啊！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看看，有多少人睡不醒，都被渗透。刚刚说到反日反到魔阵了，还有像是一个打着日本旗号的中国人开的豆腐店，用油炸日本鬼子啊，当然这个也是意淫，对吧？你自己在家里面切一块豆腐啊，炸成日本鬼子的形状，然后自己把它吃掉，这有什么意义呢？可能会博得眼球，获得流量。那除此之外，日本人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吗？显然不会伤到日本人一丝一毫啊，只能自嗨。另外10月21号有中国网友发影片说，他在埃及的一家机场出关时被海关刁难。他说，其他国家的人出关都特别顺利，唯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需要等1小时之久。埃及的赫尔格达的国际机场出关的时候，就所有国家基本上都特别利索，特别痛苦，这个让我们在边上等50分钟，一说 from China， 让我们旁边就在旁边这儿等50分钟，看我们刚才一个接一个的在这儿办的这个落地签啊，到我们这儿他让我们在旁边等50分钟。这个地方真的很垃圾，真的太垃圾了，这种地儿这能不来就别来了，只能说是能不来就别来吧。看了一下留言区呢，不知道是演算法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小粉红的数量比之前要少一些。以前我们就看到小粉红要出征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是很多人被打脸被打醒了吧，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网友都一致回复说，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拿出5星红旗呀，出示国旗秒通过。还有人说，一个中国脸一张中国护照，这就是经典的吴京的那一个宣传的口号，一张中国脸一本中国护照就是通往最安全地区的通行证啊！你给他亮出国旗啊，他们就害怕了。对啊，之前我们看到有中国网红啊，为了这个获得流量啊，就拿中国护照就可以把外国劫匪给吓跑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亮出中国护照，他们立马就吓得赶紧让你通过了，对吧？啊，当然现实我们知道，其实你就是打开中国护照，他一看你是中国人，就是正是因为看了你的中国护照才不让你过的，对吧？才要多加一个审查。很显然，电视剧是电视剧，现实是现实。还有人说，亮出战狼吴京的照片给他看。还有人说，打电话去问一下吴京。啊，笑死，战狼里面不是这样的。那战狼的这个电影大家应该都有了解过，就是中国拍的这种洗脑宣传的影片啊，那举着中国红旗拿出中国护照，外国人都吓尿了，外国人吓得都赶紧让中国人通过。很显然的，这就是虚构的。我们希望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小粉红，你就看电影归看电影，看电影我们就过把瘾就好了，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还搬到现实社会中，最终啊被打脸的就是你自己啊，最尴尬的也就是你自己。还有10月20号，中国河北啊，一名老人身穿破烂的军装在路边捡报纸啊，一位好心的网红呢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就给老人买了一些吃的。爷爷，爷爷啊，你捡这个报纸干什么呀？啊，今到家引火去。到家引火去？你这个是当过兵吗？啊，当过兵。您是当过什么兵呀？林彪四野战军。什么？林彪第四野战军。我就看您挺不容易的，而且您这是军人打过仗的，我们都很敬佩您。我们能去你们家看看不？去也不去也就没事儿。你那个是给谁买的药啊？我买的，我腿也疼，伤残老兵。伤残老兵，这个是怎么弄的？枪打着眼儿，那种就是补的吧。我呀，啊，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不是政府的，爷爷。你不政府的啊？对，那啥也不是。不是，我不是政府的，我们就是咋的，也是来大集上转啊，看见您了啊，您这个啊，我们太敬佩了。一个解放东北的，一个解放华北的，南下我也去。我看你来了，这跟你刚才没买肉，给你买的肉还有这个牛奶。啊，
小刚拿着牛奶。哎，等会儿。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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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去，拿屋里去，别的。这个是谁呀？我儿子，我大儿子。这是你大儿子啊？他是怎么了？后遗症做病了，发药烧的人是三分多醒了，变后生哑巴了，不聋，会不会说话的？哦，您打扰您任务是吗？您这是照顾他多少年了？照顾少年了，他妈40年，照顾20年，我管他饭，给他做饭，没他妈做饭的。他妈死了，还给我买肉了啥去？您是最伟大的人啊！您为我们新中国对做出了巨大贡献，嗯，所以说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那您的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啊！啊，行，那爷爷啊，我就回去了啊，回去了。等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看您。哎，出去好了。哎呀呀呀呀，不用，哎，是受不起，哎，受不起。哎，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不打了。大叔，嗯，我走了。嗯，走了。拜拜。拜拜。走。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是一些小粉红，你与其去关心其他国家，关心其他国家有没有歧视你啊，有没有这个刁难你啊，不让你入境之类的，还不如，哎，你去关心一下自己国家的这些老百姓。你想想，这些人都是当初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打江山的人，比如说什么韩战啊，比如说国共战争啊，都是这些人在打的。结果呢，现在倒好，等他们年纪老了，打不了仗了，通俗的话说就是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就像棋子一样就直接给扔掉了，对吧？你这些小粉如果真的爱这个国家的话，你应该去为这些当年去啊，为了你们，为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战的这些老兵，去为他们争取权益，去为他们抱不公，去为他们在网络上哪怕只是发发声也好。那整天在网络上到处呛啊，呛台湾，呛日本，呛美国，呛韩国，呛国外怎么对你不公，呛歧视，这些还不如你关心一下国内的这些民生问题，关注一些那些曾经为这个国家奋斗的人，这个才是变得比较有意义吧。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